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60页，960页，从第一行看起，经文。放之犹善，但求是美。如乎地图，不涉人情，无义无理，不可见晓。六亲眷属，自用有无，不能有念。不为父母之恩，不存私有之意。这一段在课题上讲，情义俱无。一个人人生在世，情没有了，叫亲情。感情义没有了，义我们今天讲的义务，就是你应该要做到的。无能失义，做父亲的对待儿女要慈悲，儿女对父母要尽孝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哥哥要友爱弟妹，弟妹要尊重哥哥，这就是义，就是你应该要这样做法。一个人在世间，情没有了，义没有了，人跟动物就没有差别了。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了？没有人教了。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义之邦啊。最重视的伦理道德，伦理里面最主要的精神就是情义、人情义理，中国人对这个是懂得最透彻，做的也很彻底。几千年来，这块土地上没有大灾难。我们把这桩事情疏忽了200年了。满清最后的100年，西方文明侵入中国。中国人有个毛病，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。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有这么个毛病，所以迷信于外国的科技，把中国传统老祖宗东西冷漠了，认为这个比不上西洋科学。那么嘉义当年执政的慈禧太后，确实他没有很好的文化基础。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认识。
对佛法了解不多啊，所以他疏忽了。满清世代帝王都是皈依三宝，以佛为师，出家人有德行有学问的都封为国师啊，时时向他们请教。只有慈禧不肯干，慈禧自称为老佛爷，把佛菩萨摆在两旁边啊，这个头戴得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中国人讲的上行下效啊，你居最高的这个地位，对祖宗怠慢，对佛法不信不敬，老百姓那种沉静的心就慢慢降温，降到清朝亡国100年啊，确实很冷漠了。讲的人有，依教奉行的人没有了，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了。到民国，不但修的人没有了，连讲的人也没有了。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，讲佛法，确实咱们很多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。外国人对这种有研究，他是知识啊，谈不上学问。可是中国人连这一点知识都没有了，叫可悲的现象。啊，日本人自古以来学中国，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，他的底蕴全是从中国学去的。日本人善于保守啊，我们深入日本农村，中国传统文化依旧保存啊，我们看到非常惊讶啊，可是都市的人民疏忽了啊，都市跟农村差别很大。那我是在去年有这个缘分，在日本冈山乡下啊，讲经2个星期讲了48个小时啊，在农村里面住了10几天，很感动啊，觉得很可爱啊。可是都市的人民啊，现实里面的领导完全西化了，对传统东西疏忽了，他们丢得比我们还久，因为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比中国早200年，也就是日本人把中国传统丢掉了400年，我们中国本身丢掉200年啊，现在必须要把它找回来啊，不找回来，救不了国家，救不了世界。提倡找回来的人是英国人，不是中国人。啊，前一个世纪，
英国的汤恩比博士，这个人是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，研究得很透彻。我们可以说，在近代，对中国传统文化、对大乘佛法真正认识的，他是第一个人。他提出来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就是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这是指导我们一个大方向、大方针。这两句话很多人知道，但是半信半疑。包括欧洲专门研究汉学的这些大德，他们不能完全相信。我跟这些人接触过，最后我告诉他，我说汤恩比的话我相信，我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大乘佛法是什么？孔孟学说又是什么？我们把它精简成一句话，孔孟学说就是仁义忠恕，大乘佛法就是真诚慈悲。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就是缺乏这个东西，所以它动乱。如果每个人都用真心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别人，慈悲是怜悯众生，爱护众生，真能解决问题。孔孟学说就是仁义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。他走的道路一定有正当的理论依据，他不乱来。对人真诚，忠就是真诚心，没有偏心，没有私心。这就是真诚对人呐。树，现在人造的恶业很多，要原谅大家。为什么要原谅？没人教他，他学坏了是自然现象。他要是学好了，那就奇怪了，没人教怎么会学好？所以今天无论造什么样的罪业，我们要学阿弥陀佛，无逆十恶，回谤大乘。只要他能够认错，能够忏悔，念佛往生，佛都接引他。这是树啊！那换一句话说，汤恩比就用这八个字了，就能拯救全世界。仁义忠恕，真诚慈悲，这八个字，我相信能收到效果。
啊，可是怎么样去落实？这是智慧，真是智慧，也真是功德。啊，一定要落实在教育。老祖宗所说的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。啊，中国人最懂得教育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。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中国。啊，可是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丢掉了。啊，赶紧要把它找回来。国家民族有救，整个世界都有救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使命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能把它做好，啊，下一代接着干。我们相信三代之后，国运就转了，整个世界的世运呢也就转了。啊，人不能没有情义。啊，无情无义，这个社会没救啊。情义是性德，啊，自心里头本有的。啊，只是从小没有人教，学坏了。啊，今天把好东西拿给他看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认为自己有。经文第一句，放子由善。啊，放子者，放荡自纵。没有任何拘束，游善游乐散漫，啊，现在的社会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啊，真的放荡自纵啊，啊，底下一句，但求是美。好酒贪杯也，啊，是美是爱是美味，啊，就是贪杯好吃。啊，对于饮食非常讲究。啊，又淡这个字，这个意思很深。淡者取乐过度啊，是者贪而无厌的、啊，这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这八个字，在现在的这个世界，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地区都能看到。所以这个病呢，不是局部的，已经扩散到全球。
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引发全球的灾难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人做得太过分了，贪嗔痴慢，杀盗淫妄，太过分了，天理不容啊！感召的灾难现前，啊，灾难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联合国的报告对全世界公布，在现前这个世界上，每一年被杀、被吃掉的这些动物，啊，地上走的、水里游的、空中飞的这些动物，啊，概略统计。超过3370亿，单位是亿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。一年杀害动物杀害这么多，啊，再讲杀人，杀人是堕胎。全球统计，每一天堕胎超过15万人，一年超过5000万人，对吧？杀自己的儿女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最密切。啊，到你家来投胎，不外乎4种原因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没有这4种原，不会到你家来。如果是报恩的，这个小孩是孝子贤孙，你把他杀掉了，恩变成仇了，下一次来的时候他报仇了。如果是报怨来的，他跟你过去生中有怨恨，这一生来是败家子，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你现在把他杀掉了，怨上又加上仇恨，啊，来世怎么得了？这个仇恨愈积愈深，那个报就是愈烈愈残酷。佛教导我们的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要把它化解。啊，化解的方法就是教育，用伦理、用道德、用佛法、用因果。啊，常常教导他，把它化解。啊，那么讨债还债，原来只有债务关系。你这个一堕胎了，这个债务里头又加上仇恨。这个事情怎么都不能做啊。啊，所以这邪淫。如果想到这一层，知道这个因果关系，自然你就不敢了。啊，后面的果报太可怕了。啊，这讲一个杀，一个淫，当中还有个道。啊，道是什么？损人利己，这个念头就是道心。
巧取豪夺，横行霸道，那造的是道业。啊，虽然你夺取到了，你欢喜，时间很短。啊，现前来生的果报啊，太苦了。啊，你没有想到啊，想到谁敢去做？所以这个地方的两句话。取乐过度，贪而无厌，这种现象在现在社会上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。啊，然后你就相信地球上会有灾难，无法避免。啊，要想自救，这一切不善呢，应该赶快远离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啊，救自己，救家庭，啊，救这一个地区，啊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，希望这个地区灾难减轻。化解啊，佛法善行有没有效？今天被科学家证明了，有效。啊，怎么知道有效呢？物质环境是随着念头在转变的，这个被科学证明。我们的念头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啊，真正有修行的人，心地纯净纯善，他百病不生。啊，为什么他是健康？他身上所有的细胞器官，没有一个细胞是带病毒的。啊，凡是有带病毒的，他的贪嗔痴慢疑没断掉，不干净。啊，自己身心健康。这就是有福的人，中国人所说的“富人居富地”。他住的这个地方不遭灾难。啊，贪心感应的是水灾，嗔恚感应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得住嗔恚。惹的祸，愚痴感应的是风灾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怀疑感应的是山崩地陷。啊，山会倒下来，地会陷下去，就是怀疑、贪嗔痴慢疑，佛子叫他做五毒啊。啊，外面山河大地。跟着你的念头在转了、啊。啊，如果真正觉悟了，与这个世间一切法、一切人事物不谈，就没有水灾；不嗔就没有火灾；不吃
就没有风灾，不傲慢就没有地震，不怀疑就没有山崩地陷。啊，物质环境永远是随着念头在转的，所以念头不能不善呐。身口意的造作不能不善呐。佛给我们定的标准是善，啊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。啊，身的三善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口善；意的起心动念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叫食善。人能够断食恶，修食善，灾难就能化解了。啊，自己的灾难是疾病。啊，外面的灾难是我们居住的环境、生活环境，通通随着念头转。所以取乐可以，不能过分。啊，贪吃。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总想多吃一点，多吃可以，不要太过分，太过分麻烦就来了。啊，以上所指的四情就是贪淫无度，证明酒窝。这是用杀盗淫妄酒来解释这一大段经文。啊，这一段讲的是酒。啊，因酒而引起杀盗淫妄，引起贪嗔痴慢。引发的，这个里头说的很多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就包含了十善里面的意业三恶，贪嗔痴啊，啊，酒醉了，意识里头贪嗔痴三毒。很容易爆发，你不能控制，容易爆发。这个爆发已引起你造作杀盗淫妄，那么会带来未来的三恶道啊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神智清楚的时候，他懂了，他能够控制住，不造这个业。酒醉之后啊，不能控制，就乱性，啊，他就造了。啊，造这个业因呢，后面要受果报。卢户一即法师无量寿经述义里头说，卢者卢顿，为无所食之也。啊，粗鲁，我们一般讲没知识，护啊，跋扈，傲慢自大，
啊，以为别人都比不上自己。第一图前面讲过，蒙明地图，蒙明是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。啊，第一图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冲突，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破坏和谐。僧团里面，佛法常常讲六合敬呢。为什么六合敬的僧团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都找不到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究其原因呢，就这四个字。蒙明地图啊，蒙明是无知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成见很深，以为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啊，跟别人思想上发生冲突，见解上发生冲突，然后言语肢体上发生冲突，言语发生冲突吵架了，啊，肢体发生冲突就是对打了，啊，所以家庭，夫妻不和。父子不和，兄弟不和，啊，朋友相当就更不必说了，全都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有利可以合作，利失去了都是敌人。啊，这样的人这一生多辛苦。起心动念要害别人，同时也要保护自己，他累死了啊，身心都不安了。啊，今天这种人在社会上还特多啊，到处都是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修行不容易，但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佛法，这环境不是坏环境，好环境啊！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人事物天天在折磨你，你经得起折磨就提升了，提升得很快，提升得很高，所以它是个好环境，不是坏环境。那经不起折磨了，那你就堕落了，你就掉三途去了啊！所以我们处今天世界，如果上升升得快，要往下坠落也得落得快，也很快就堕下去啊！全靠自己啊！这是贤道，不是普通之道啊，怎样保持自己呢？那就是天天不要离开经典。啊，经典天天在提醒你，你可以不堕落，你可以不被诱惑，你就成功了。外面诱惑你的是财色名食睡，这是诱惑你的。
啊，你要有高度的警觉性，不要上当。啊，一生确实要明了，知足常乐，你才能保持得住。啊，我每天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足了，不贪求了，这才能保得住。啊，还有贪心，啊，还有享乐的那个念头，你就很容易堕落，啊，很容易受外面境界诱惑。啊，读经重要，念佛重要。啊，一生当中，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从早到晚，我不离这个方向，我不失去这个目标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稍稍有一点偏斜就完了。啊，逆境要能忍，不发脾气，没有怨恨心；顺境也要忍，没有贪念的心。啊，真正能放得下。经教是佛陀教诲。对我们有大利益了。啊，这一句念老底下有个解释：狂欲狂地处，无所了之，无所不作。啊，这就是讲一些蒙民抵触之人啊，这样的人到处能看得见啊，特别是在饮酒过量的时候啊，我们一般人常讲发酒疯啊。饮酒过量，他不能控制自己。啊，他的怨恨，他的不平，他的牢骚，啊，他就发出来。啊，修行的人，念佛的人，在这种场面只有精进的原理啊，不要靠近复行，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做的啊，福是辅助，行是修行。天台讲的至观，说如虎等者，无惭不顺之谋，惭愧是善心所。无惭无愧，是烦恼心所啊！惭的意思，是指自己的良心在背。
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伤害别人之后啊，自己后悔啊，受良心责备，这叫惨啊。但是他有惭，他不肯认错，就是面子问题啊，外面表示的时候他不肯认错，自己晓得是错了，不愿意对外公布，就是他不忏悔啊。这个有啊，我们也见到很多 啊。愧是什么？愧是不怕别人指责啊。有一些人不敢做坏事，怕别人指责他，这叫愧心所。那无惭无愧，这个人难办了，就是内不会受良心罪，他没有良心的，外面也不怕人批评啊，怎么样批评他都听到一笑了之，根本不闻不问啊，坏事还是继续干到底啊，这叫无惭无愧啊。这种人很难教化啊，佛菩萨遇到也远离他们。为什么？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，他一定毁谤佛法，那罪上加罪了。所以菩萨远离他们啊，避免他们造更重的罪业啊。佛菩萨这些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的，我们遇到这个情形知道进退啊，能劝就劝了，不能劝就走开啊。下面讲不舍人情，无义无礼啊。人情就是礼啊，义者义也。才知事物实合宜啊，合宜就是合理。我们常讲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啊。将一些不合情理法的事情把它调节了，跟情理法相应，这叫义啊。礼，礼记里的解释是顺人情者为之礼啊。父慈子孝是礼，父亲做父母应该慈爱子女，是应该的，子女对父母应该尽孝孝顺啊，所以这属于礼啊。啊，延伸那就很多了啊，军人沉重啊，领导人对于自己部属要爱护。啊，做部署对领导啊要尽忠啊，就是要负责任，交代做的事情认真努力把它做好啊。朋友有信的，对待一般大众一定讲信用啊，这是礼啊。啊，礼讲究节度，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
啊，过之呢，形容八戒。啊，不及呢，就显得傲慢。啊，所以国家规定，人与人之间普通见面之礼，最敬礼三鞠躬。啊，三鞠躬最合理的。啊，你三鞠躬，我多一点吧，我四鞠躬就显得八戒。啊，三鞠太多了，两鞠躬就可以吧，显得傲慢。他规定的这个理解啊，所以礼一定有节度啊，能够守住礼就好。宴会当中啊，大的宴会一定是守住礼啊，酒一定有，但是决定不过三杯，这就叫你说不会喝醉啊，这就是有节度。那这个大的宴会里头，就是国家宴会啊，对重要的或者是外国客人来参加，喝醉了闹酒疯，那就不好看了。那但是也不能没有啊，所以这个节度就拿得很准。啊，那么我们也参加过国宴啊，你看国宴旁边伺候的人。啊，手上拿的酒壶，他给你斟酒都有一定分寸的，哎，决定不给你斟的过分。啊，所以你一看就晓得是他受过训练的。又会俗曰，会俗。讲得也很好啊，决断是非，自义而行呢，这叫义，正辩尊卑，不舍其戒，是名礼啊。这个合起来，下面是念老所说的话，就是会俗的解释。盖为能判别是非，素心慧是为义啊，就是把事情呢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，能知尊卑大小，不违准则，这是理。在一个大会当中啊，尊卑大小一定有辨别的啊，五伦里头长幼有序啊，啊排座位，哪一个排在大位，哪几个人排在旁边，这你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它有标准，它有原则。啊，不能把位置排错，位置太不排错叫失礼也。啊，这些都得要学，不学不知道啊。啊，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处处留意，处处学习。啊，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做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法。啊，时时刻刻都要学。中国古人讲的话非常有道理，叫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还学不了。啊，不能说这不是我的事情，我可以不要理会，不可以，样样都要学，学了不用没关系，哎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叫广学多闻。
下面说，违反礼义，故云无义无礼。啊，这先前社会不懂什么叫义，不懂什么叫礼，很多啊，时时你都可以看到。他没有人教了，不可小见，哎，不可见小，见的是一道正人，就是规劝的意思。啊，见就是规劝，啊，他有了过失，你劝导他。小是小欲，教别人啊，无理无义，你没办法教他了，他不接受啊。你讲的再好，他听不进去，他没有把你看在眼里。他不相信你，啊，那么你所说的都是废话，反而容易引起反感，这就麻烦了。啊，不能听劝的，你就别劝他了。啊，你赞叹他几句，就赶紧离开。敬而远之，如果他能听得进去，那你一定要说，你不说对不起他啊，纠正他的过失，不能接受就不说了，不结怨。啊，这是做人应当学习的，其实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会了。啊，六亲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啊，父母兄弟妻子，这是最亲的啊，一家人呐、啊。又信仰大节论语，六亲者为生上三代，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生下三代。啊，为男女，男女就是儿女，不是指别人。啊，孙男女，曾孙男女，两种说法不一样。啊，上面讲的六亲容易懂。啊，现在小家庭确实如此。信阳大戒论里面所说的，这是大家庭。中国古代的家庭是这样的。啊，自己上面有父母，有祖父母，有曾祖父母，甚至还有高祖父母。啊，下面有儿女，有孙子辈，有重孙一辈，啊，这中国人讲九族啊，啊，同居在一堂的大家庭，啊，我们看小说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就是讲的一个家庭，
啊，你看他里面写的人物200多人，啊，上上下下这些关系都清清楚楚。无量寿经超越六亲之外啊，名为眷属。啊，六亲之外，有堂兄弟，有表兄弟，啊，家庭里头有堂伯父、堂叔，有表叔。啊，有表姑妈，这都是属于亲属。啊，跟我们没有直系关系，但是跟我们的父母有关系，跟我们的祖父母有关系。啊，这叫亲眷呐，眷属。自用啊，指自身所用之物，如财米。啊，在现在代替的是金钱。啊，六穷六亲眷属啊，自用有物啊，常常放在心上。他们生活过得怎么样？年岁大了，没有经济，没有来源了。我们有力量的，啊，能帮到一点，虽然少，这是情谊。啊，我在台湾看到，我们在抗战期间，有一个老校长。周邦道先生啊，可以说敬他一生。对于家乡的亲眷，没忘掉，每一个月都要寄一点钱，钱很少，大概他们拿到的时候，人民币只有几十块钱，是月月都不缺。这个老人一生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啊，他真的是个清官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想找不到第二个。啊，在台湾晚年，最后，啊，他是考试院政务次长。就是考试院第一副部长，啊，国家给他配的有车辆轿车，啊，有司机，啊，他在做这个政务次长的时候。不是公事，他不做这个事，他自己的私事，他却做罢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汽油是公家费的，为国家省一点汽油。啊，那么公家给他家里装了电话，也就是非公务。不能用这电话，啊，他的儿女都不可以，外面打来可以接，不能打出去。你自己有事情找朋友打电话，到巷口公用电话，公共的那边去打。这么一个人，在今天全世界我找不到第二个。
啊，那我们晓得他收入并不多，除了自己家生活之外，生活很清苦，还要分配给老家那一些亲戚眷属，还去分给他们，啊，月月都不缺。天下到哪里找这种好人？啊，他的这些好事，知道的人很少，没人给他宣扬。啊，他自己决定不告诉人的。啊，我们怎么知道的？他儿女告诉我们的。啊，儿女，我们小时候就同学。啊，在一个学校念书的。啊，儿女告诉我，做他的学生好，爱护备至；做他的儿女不好。家里规矩很大了，老头常常骂人啊，啊，这辈人呢都对学生好。啊，所以我们离开学校之后，在台湾又碰到了这么多年，深受老人家德行感召。啊，他是妇人，啊，我们称师母，念佛，往生的时候火化300多颗舍利，在家人当中，啊，有这样殊胜的瑞相，没见过啊！啊，我们在学校抗战时期，离开家庭。没有父母照顾啊，老师照顾，老师照顾比父母照顾的还周到啊，所以我们对老师看作父母一样，比父母还亲啊。我们同学真的跟兄弟姐妹一样，都是逃难的时期生活在一起。啊，这种语言也不是容易碰到的。啊，所以同学也是自然互相帮助。啊，在那个时候真的有情有义。啊，跟现在不一样啊！啊，底下说：“如是我子，无情无义，不孝父母，不念六亲眷属。”啊，他完全不顾啊！说与六亲眷属所需维持生活之必需品。全然不顾啊，故曰自用有无，不能有念啊。与父母之恩，师友之义，悍然不顾，无动于衷啊。故云不为父母之恩。不存私有之意啊。啊，我们在抗战期间，流亡学生啊。被国家收容，办一个特殊的学校，啊，让我们有地方安居，
能有饭吃。啊，有老师继续教导我们，那是在国立中学了，国家办只有办大学没办中学的，是抗战期间特别收流亡学生。啊，老师除了要尽师道，还要尽父母之道。啊，学校就是我们家庭，就是个大家庭。啊，校长是我们的家长。啊，现在年老了，同学三分之二都不在了。啊，晚年我们常常想起。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没有两样啊！啊，如果是学佛的，我们确实希望晚年能够住在一起，啊，一起学佛。啊，一起同修。啊，我们尽心尽力来照顾。佛法里都说得好，成就一个人往生，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。啊，经上所说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可是有一些同学国外住了习惯了，我们希望他回来。他对我们没有信心的。这个我们能理解。啊，今天人连父母都不要了，我们只是同学关系，我们真能照顾他一生吗？他当然不敢相信。啊，可是我们真有这个愿望。啊，我们也真希望做一个好的榜样，给社会大众看看。啊，方东梅先生的大公子，小我三岁，住在洛杉矶，退休了。我确实很希望他能够回来。啊，回到香港，我们在一起学佛。啊，我能够进佛门，全是老师的功德。老师要不把佛教介绍给我，我对佛教不认识，我以为它是宗教，是迷信。啊，一生没有意思去碰他。啊，我跟老师学哲学，老师给我讲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。啊，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，说佛教是哲学，释迦牟尼佛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这么进来的。
这60多年来完全证实了他的话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遇到这三个好老师，今天的成就，三个老师缺少一个都不行。入门这是第一关了，最困难的一关了。入门之后，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，佛法的根底是张家大师奠定的。大师圆寂之后，我跟李炳南老师，老师叫我学经教。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劝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之后，讲经教学一辈子，79岁圆寂，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建庙，没有建道场，他的生活很简单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这一餐饭是徒步，每一天到外面徒步。所以李老师劝我学经教、学讲经，正是张家大师的意思。我跟李老师10年，对于老师的恩德，念念不忘。这一生确实是方先生所讲的，过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人生最高的享受与贫富贵贱不相干。什么是最高的享受呢？一生当中没有压力。身体没有压力，心里没有压力。这就是最高的享受啊，生活的快乐。孔子所说的，不亦乐乎啊。大臣所说的，长生欢喜心。法喜充满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人能够一生生活在欢喜的境界里头，这就是最高的享受。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很容易知足。一切随缘，从来不攀缘，多快乐！遇到缘现前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该不该随这个缘？在新加坡遇到的。是宗教，有这个缘分。那么今天师姐
要想恢复到和平，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不能小看。所以有这个缘，我们就尝试。一年当中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。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政府欢喜。帮助社会安定啊。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。实在是因为在新加坡做这个团结宗教做成功了。澳洲人知道了。这是前面一任政府的移民部长。他同时也是多元文化部的部长。一个人兼了2个部的工作。遇到我非常欢喜，希望我到澳洲去。所以我这个移民的案件呢是特别批准的，在香港办的。他给香港的领事打电话，我这个案件2个星期办好。所以到澳洲，联邦政府对我很优待。在那边做什么都非常顺利。在澳洲10年了。10年，没有想到。我们这个地方宗教团结了。澳洲宗教的团结是形式，我们办过2次活动，办得很成功，地方是真正成功，在这个小城住了10年，小城10几个宗教，现在变成一家人。像兄弟姐妹一样，非常难得的，他们自动发心，想把这个小城建立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、和谐示范城市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仅在形式上是朋友，实质上呢，我们是道友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把心量打开。我学佛，我要学佛经。除佛经之外，你们每一个宗教经典我都学习。那你们也一样，除了学习自己的宗教，其他宗教经典都要学习。我们这一家人才有根据啊，根是经教啊，我们才能把这个小城做得好。以宗教为主轴的，这个小城10万人。变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做出一个好样子让别人看。我说1年时间
我们把它努力做到，做到之后，全世界人都会来看，都会来学习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团结不了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团结？政府欢喜啊，市长参与啊。啊，昆士兰州警察总署的署长支持我们的活动，他来参加，他是管一个州的。啊，很难得，这好事情。啊，这个做成功了，对于整个世界化解冲突、促进安定和谐，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？让大家有信心。你看，这做到了，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。啊，能做到了。我在新加坡是九个宗教做到了，没有做到全面。啊，现在图文巴大家合作做全民，这个小城的居民是万人，真难得，真不容易。啊，这大家说十年来帮助大家建立共识，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地球，不能离开地球。我们都是地球人，地球是我们家乡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啊，要有这样的胸怀，要有这样的认知，啊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业。啊，所以我劝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教育，你们的道场。教堂天天要讲经啊，不能只搞祈祷，这不可以，一定讲经啊。经教上，你看看佛菩萨、古圣先贤教我们怎样修行，怎样做人，怎样跟社会大众相处。啊，把那个神爱世人那个爱字发扬光大。啊，这个中心为什么能团结？为什么变成一家人？爱，就神爱世人。啊，佛法的大慈大悲。啊，就这一个爱字，把所有宗教团结了。把所有的居民团结了，啊，人人知道自爱，人人知道爱人，啊，爱人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信仰，啊，这个就对了，这是神的爱啊，分彼此不是神的爱。那是狭义人的爱，有自私自利在里头。所以父母之恩，师友之义，决定不能疏忽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。课题愚痴蒙昧，意念深刻，曾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愚害真人，斗乱
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顺，希望长生。这段经文所说的也都是事实真相。我们要深深的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有任务的，是有使命的，要做好样子给别人看。这就是帮助别人，就是教化别人。佛法里面讲度众生，度众生要做出好样子，光口说不行啊，要做出来啊。口说做不到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假的就是骗人。意念深刻，这是三业都包括在里头了。深刻意，意念是讲的心，身体、口舌、言语，三业在这一句当中，成无一善。为已的是康生开的一本，这一句他说的比较多。心常念我，口常言我，身常行我，成无一善。念老在此的汇集，把前面这个三句合成一句，意念深刻，成无一善，是名深刻意三业，常作我业，且未曾作得一善。那么这一桩事情，今天在这个世界普遍存在每一个人身上。只是轻重有差别。为什么这样说法？因为人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断，你就想种种善行善业，里头是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，你才发现的。如果对你一点利益都没有，你不会动这个念头。这就是不善的根源。佛菩萨为什么能善呢？佛菩萨觉悟了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了之后知道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这个觉悟了不起，
跟我是一体，不能不爱我。跟我是一体，他出了毛病，不能不拯救。啊，我们现在人身晓得身是一体，这身上有多少细胞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大概有50兆一个人身体细胞，大约50兆。啊，现在这里有7细胞缺五了，整个身体是14级。那么别的细胞上有病毒怎么办呢？当然全心全力想办法帮助它化解。一体嘛，不是与自己不相干嘛。啊，我们现在才知道明白了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。那出了事情的时候，啊，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帮助，一定要帮到底。乃至于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啊，佛法真要通了，知道没有牺牲生命。为什么？生命是永恒的，不生不灭。啊，这是真的。生灭是生啊，不是自己。生不是自己，生是业报。啊，这业报有生有灭。啊，真正的生不生不灭。啊，真心是自信。啊，底下佛名持嗔之物，啊，前面所讲的都贪了。可证呢，一即思之说，实有所据。啊，一即法师所说的这个经文里头，幕后这一段。包括意业的贪嗔痴啊，所以这个里面所讲的内容是无界跟十善融合成一起啊，这个话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下面有不信诸佛经法，不幸生死善恶，这是痴啊！所以幕后确实讲到贪嗔痴啊。啊，不信佛法，不无因果。这就叫做一禅体啊！一禅体是梵语，通常翻作没有善根的人啊。我们这个后头有一点参考资料，从《佛学大辞典》揭露的啊。这是说语，意思为无成佛之心者啊，就是讲没有佛心啊，就称一禅体，翻译成不信，是不信佛法之意。啊，我们通常讲的是没有善根，啊，这人没有善根，这人不能成佛，啊，没有成佛的善根，其实这个话说的不是真话，
哪一个众生没有佛性？人人都有啊，只是他迷得太深了，他佛性很不容易现出来啊，称他为禅体。涅盘经第五卷说，无心之人名一禅体，一禅体者名不可知，知是对知啊，也就是救他。佛没法子救他，为什么？他不相信。同五月啊，也是涅盘经第五卷，说一禅体者，断灭一切诸善根本。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是善的，啊，这个人真的是少有。心呢，不攀缘一切善法，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。啊，这个叫一禅体。啊，自私自利到基础。啊，同是九卷书，涅盘经是九卷。一禅体者呢，不信因果，无有惭愧，不信业报，不见现即未来世，不亲善友，不随诸佛所说教诫，如是之人名曰禅体，诸佛世尊所不能治。这一段讲的详细，跟五卷前面所说的是一个意思啊，可以作为前面一句经文的注解啊。这种人难啊，佛不能度他啊，这叫做跟佛没有缘。所以事出世间的善法，大家要晓得，信是根，不信就没法子了。那么今天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个根出了问题，整个世界都我们所看见，绝大多数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没有信心，对于宗教这个圣贤教诲没有信心，这是当今的最严重的困难啊。我们如果没有机会参与联合国的活动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啊，参加十几次的这个国际会议，我们真的明白了。啊，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专家学者。啊，政府高级官员、工商业的巨子，啊，这些人参加的，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，寻求如何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那么这种会从70年代开启，40多年了啊，效果大家都看到，冲突年年上升啊，损害一年比一年严重，
让这些与会的人员对于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和平都打了问号，都丧失了信心，这个麻烦大了啊，那这就没救了啊。我们有这个机会啊，这个机会是格里菲斯大学校长，我们这里有他照片，上面三个人在一起照的，就是校长跟副校长。啊，主要的是副校长。外国的大学，校长是名誉的，不管事的，真正管事的是第一副校长。我们也是个偶然的机会啊，因为我到澳洲，澳洲政府把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这个工作让大学去落实，所以我一到澳洲跟学校就发生关系啊，跟校长他们往来就很密切啊。有一天他请我吃饭啊，问我那个时候我教学43年啊，今年是54年，11年前，这11年前照片啊，问我你教学43年有没有遇到有问题别人提问你不能回答的。我想了想告诉他，好像没有啊。啊，我这一句话就是博士论文通过了，他就决定送博士学位给我。啊，我谢谢他，我说我要这个没用啊，他说不行，你一定要有。我说为什么啊，他说你很多的理念确实能够帮助联合国解决问题啊，希望你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啊，这联合国不要求和尚啊，一定要有学位啊，要有教授的头衔，所以他送我学位啊，聘请我做学校的教授啊，用这个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啊，代表学校啊。学校通常呢接受联合国的邀请，会派2-3位教授代表你参加啊，那以后我就是经常被推为代表之一啊。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昆士兰大学，2个学校啊。昆士兰大学的照片没有放在上面，有照片都有，也是校长副校长啊。我们在大会当中把中国几千年来啊长治久安太平盛世啊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形成的，向大家做报告，大家像听讲故事一样听得很有兴趣啊。可是散会的时候他们来找我啊，吃饭的时候也有人来找我说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啊，这不做不到的，这我就完了，信心失掉了。
怎么有信心？怎么信呢？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。啊，现在这么多年，就根本就没有信心。啊，我被这个压力逼迫，就想找一个地方做实验。啊，不做出来，他不相信了。在马来西亚找过，在新加坡，在澳洲，找不到，语言不成熟。啊，想找一块土地建个学校，没有办法。啊，这个事情呢很苦恼。啊，2005年，我回到老家，离开老家70年，回去看看，我们这个家，毕竟还是个大家，啊，这一个祠堂里面的人。好像还有15000人，真是大家啊！我们这些堂兄弟、族兄弟，还有30-40个人，大家聚集在一起吃饭，请我吃饭，我就把这些年这些见闻向大家报告。啊，想找个地方做实验，啊，大家一鼓作气回家来，我们支持你。地方的领导也在，啊，书记、县长也在，都赞成。就这么一下，选择汤池这个地方，就真做成了。那到年底，很快呀，这个校舍就建好了。啊，2005年的年底。11月，我们老师就到位了。啊，老师是通过考试选拔的。我们利用网络，啊，把这个信息宣布出去。我们要求的要有教学经验，啊，幼稚园的老师，小学老师。初中老师，啊，再高的不要了，我就要这3种老师。啊，年轻的老师听话了，能够落实3个根呢。啊，再高的不行了，不能要求他们了。啊，我告诉他要有使命感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事情成功了，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传统文化行得通，可以拯救世界。如果我们做失败了，就像等于向大家宣布，中国传统东西已经过去了，啊，不再有用，可以完全废除了。关键在这一点，我们拼命要把它做好。啊，所以最后我们选了37个老师。那我要求大家4个月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这老师很难的，2个月就落实了。啊，用电话通知我，已经做到了。底下一步怎么办？我听到这个信息，非常受感动。啊，这是真干的。啊，当时我想的下乡入户，我们用身教，不是用言教。啊，走到农民家里，那就是自己家，看到老人是我们的父母，我要怎样对他尽孝？看到家庭的环境，啊，收拾不干净的，立刻就动手。啊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
啊，把老人都照顾到，这些老人感动，我的儿孙没有你们这样孝顺，他们的子弟感动了，感觉到对老人没有照顾好，啊，我们这样下乡两三个星期，向大众宣布中心开阔，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就大家都来了。我们总以为需要两三年才做出成绩，没有想到三个月成绩卓著。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，良心都发现了，都不愿意再做坏事，做坏事心就不安。三个月出乎意料之外，所以我跟老师说，我们要谦虚，决定不敢说这个事业是我们能造成的。谁造成？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，人怎么可以做得出来？那么做出来之后，底下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进入炼火窟。祖宗安排啊，两个月之后，5月，炼火窟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要求我参加他们一个大的活动，10月办个大活动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。主题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。你看，这不是祖宗安排的吗？佛菩萨，人怎么可能安排？联合国从来不碰宗教的。我说的这封信我不相信啊。派三个人去打听，真的，他们找的是泰国。那我跟泰国的关系非常好。我们第一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，在曼谷大学。这一次活动当中认识了他们的三军总司令查瓦里将军。那个时候他是副首相。他原来是首相，被金融风暴整垮了。他很聪明，辞去首相，把副首相提升了首相，他做副首相。跟他很熟悉，在泰国我们也做了一点好事，所以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，邀请我来主办这个事情，通通佛菩萨祖宗安排啊。那一次的活动到现在还有影响啊。现在我上一次在泰国参加多元文化的活动，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有17个国家代表到泰国来看我，他们也参加这个活动，希望我到巴黎再办一次。那是2006年的事情啊，大家念念不忘啊。那我们想到他还是找不到方法，他要找到方法的话，他就不会再提这个事情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明年澳洲图文吧这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真的像个样子，我说我会到联合国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发表，邀请大家来参观。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汉学院这些老师能提得出自己进修的这种成果。
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做报告，那个影响就很大啊，是一件好事情。要靠祖宗，要靠佛菩萨啊，人决定做不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